冇見過啦。好似冇見過，好似冇見過。我見到台大咗嘅。呢邊。唔該嘛，唔該。好呢部。嘅題材好似子弟戀係少啲，其實今次我未嚟都特別，譬如阿蕭嘅嗰條線又係講有少少錯摸，係同性戀啦，我同你嘅子弟戀啦，仲有即係都有啲大膽嘅題材條線去講嘅，所以如果你再延伸嘅話，咁阿蕭都可以再延伸一條係嘻嘻嘅，其實。現實你子弟戀得唔得？冇諗過喎，但係去到呢個年紀都冇乜嘢唔得噶。咁試啦，因為戲劇。出現過啦嘛，我係咁噶，我喺個戲劇出現做咩先？我喺個戲劇出現過之後就發覺，原來到真係可能到真係發生嘅時候都唔係我想象中咁恐怖啫咁樣咯，係，但係唔知喎，現實中真係未試。歡迎啲小鮮肉追求下你咁啊！係啊，小鮮肉，唔使同我介紹啊，向住部 cam 得㗎啦，向住部 cam。唔係睇係幾少啦，因為而家啲你咁界定係點啊？而家啲好似16歲都叫小鮮肉㗎嘛，聽聞係咪啊？我16歲唔得啦，起碼我唔想臨尾犯法啊！16歲係唔犯法嘅，係啦。有冇㗎？16歲。16歲以下咧就犯法。咁所以我唔想犯法咯。即係你一諗就諗到咁深入嘅。16歲以上。唔係，但係你一諗到咁深入嘅，要犯法嘅。係。都好奇怪喎！你個思維一嚟就唔係諗其他嘢。唔諗其他嘢就直接。喂。所以就直接犯法。係咯，直接就係去到氣慾嘅你。原來姐姐是咁心急的，是咁心急，明白了是。不是啊，證明我乜嘢啊？我每一段感情都認真啊，你梗係要諗將來的啦，係咪先？年齡不是問題，最緊要溝通，係溝通。我都希望找到個18歲但溝通到的，證明我都是18歲思維，係咁幾好啊，咁幾開心啊！呢個角色有冇開拓多你一個市場啊？開拓男方面的。同性方面的事點咩市場先賺錢㗎？即係賺錢你 OK 啊 ？fans 啊 fans， 握手會係嘛？全部啦，我而家揾食艱難，真係可以考慮。生仔嗰個煩惱，現實中唔會遇到嘛？現實中好正常咯，即係我哋未，因為我就唔似嗰個角色嘅唐人，即係佢要傳宗接代啊，佢點都要生啊。琴晚先講完，即係應承咗個老婆話唔使生，但係其實自己都好唔開心嘅。咁但係其實我冇嘅，即係現實生活係好 freestyle 咯。因為我都話其實我哋兩個咁多年一直拍劇，都未即係好自己過自己人世界。咁其實而家先至叫做有啲機會咁樣，但係又飛唔到出去喎。咁變咗好似仲未夠咁樣咯，即係起碼喺兩個人嘅生活，因為我好多朋友同我講，你如果生咗嘅話，你成個人生都會改變㗎啦，咁樣你諗乜嘢都諗唔會啦，再諗自己㗎啦，諗其他諗小朋友嘅嘢㗎啦，咁我又兩個又暫時未去到嗰個階段，咁所以想 free 下先啦，暫時都係。